我劈了。特写一过来。我昨天晚上想把电热毯关了，特别热。电热毯。然后我在关了一个电热毯，看了一下是他的电热毯。哥，对不起。我觉得这里的桃花特别好看。对，林芝的桃花，就有熟悉的感觉和有也有新的感觉。시간이지만의사랑이맞을거야바람에스치는너희향기로또난